社会型到经济型，到今年我们也核定了培力计划，两年大概700万的经费。我想我会秉持，当然是前人种树啊，就是周良宇理事长他的努力，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我也会延续哦我们弹琴的传统，希望把我们弹琴能够做得更好。那这边我也要拜托我们乡长，还有我们代表会邱主席，继续给我们协会支持与协助。这些13周年庆哦，在朝创期间，可能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我们弹琴社协跟我们北竿很多的社协啊社协哈，一路走来的非常的这个过程上，很多啊这个付出的很多。那我们北竿的各社区哈的协会能够成长的茁壮，到今天我们这个弹琴社协已经13周年了。那过去这13周年来，历任的社区伙伴跟理事长的所投入的心思，让弹琴社协在我们北竿来讲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协。那这边，我们祝福我们的社协啊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谢谢哈。弹琴社区是我们北竿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社区哈。历任理事长，还有所有的干部、志工，还有社区的朋友们，你们付出的努力，我想我在这边表达感谢之意哦。刚才那个我们周议员理事长很客气，好，我的印象中，这个我们社协成立在我跟周议员都在代表会第七届服务的时候那个成立的，好，时间过得很快。那刚才各位诸位都表达过，好。我们文协社协这13年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首任理事长，包括历届理事长，还有各位好朋友啊，对我们社协所做出来的这个付出跟奉献。谁这么多人啊？这一样。没有。